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饼干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期《战地之王》AV 国际服G3A3 的预览影片那么这把 G3A3 的话呢，主要是这个影片主要是针对于有一些老外的网友，他问我这个 G3A3 怎么用这把 G3A3 的话呢，就是说目前的话就是比较国际服猛的一把枪。那么这一把是大威力，然后呢弹道的这种射击的感觉有点跟台服和韩服的RFB 比较相似那么这把的话呢，就是数点可以轻微的一个小扫射那么这把皮肤的话呢，是从这个Jungle Box 里面抽，这一个比较贵对，这个一抽的话比较贵有几率能抽到OK。然后这一把的话呢，就是 RFB 的感觉那么首发皮肤特别，嘴型特别小这把的话就是要一下，基本上呢，我的射击技巧方式就是三连发。因为三连发的话，它比较稳定，然后第一次的话就是数点，这样的话就。加一些小轻微幅度的一些扫射。整体来说，国际服的这把 G3A3 目前非常的顶最后呢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饼干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Понял. Обнаружена бомба! Понял. Бросаю гранату! Понял. Обнаружена взрывчатка. Charge defused.
my way. Магазин. Иду. Понял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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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Понял.进来一个，右边，右边。Обнаружено взрывчатка. It's the enemy.Roger. Roger.Request for backup. Roger. Charge set. Eliminated. Go, go! Fire! Grenade straight ahead. Roger.那你打韩服没有开加速器？看哪个 E 开头的那个 EX 是什么？我之前没有开，然后五十几拼就变三四十拼。